就是这样子，没有运气都在作弊，没有，我没有一直在作弊，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检举我，我这个人最讨厌大家干，为什么？哎、欸，可以了，他刚没有亮起来啊 ，Prince Green， 好，我们来选一个套牌吧，选什么职业好呢？当然是选法师喽，干。我会不会打不起啊？可以，刚好20等，太好了。结果搞到最后只有法师打得起，其他都打不起。法师，等一下等医生来啊，看医生要不要来打，就这样。那有什么用可以吃吗？没有星星，没有办法吃，就没有屁用，就是这个样子。对，手机只能玩台服，手机你点登出，它右上角有一个地方可以换，有一个亚洲、美洲或东南亚，然后欧洲跟就这几个地方，对，不然我们来测试一下嘛。我们用织王者测试，织王者跟传送门是最容易测试一个人运气程度的套牌，是不是？狩猎开始了，这是你自找的。哎哎，好，看起来不错，换个一张，换那个一张进去看看，应该是织王者吧？我猜，果然全蜘蛛套牌。本周大乱斗，好，我把条件是刷新一下。本周大乱斗是啊，旅行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给人家面子啊？我不知道法术是不是随机的，我猜是都是组好的吧。我不能这么做。你好哦，给你打哦。慢慢打哦，快打哦，打哦。好，你不会有第二只蜘蛛啦，我跟你讲，我把全部的蜘蛛都杀掉啊。原生恐狼，哦，好吧，干，原生恐狼就赢嘞，真的。那是不是选猎人比较好？不知道法术有没有特别放击杀命令啊？击杀命令会有影响，其他就没有影响了。嗯，这里是美服啊，我只能打美服啊，不是，只有打美服比较那个啊。先看一下，原生恐 ，Gan。算了啦，还是下三只比较好啊。好吧，有击杀命令吗？那还蛮厉害的。那猎人的确比较强，猎人会强一点点。没有，我这样多他一只怪啊。然后我这个可以主动拿一只啊，我这个可以主动一只啊，所以这个主动一只啊。所以换言之，如果一对一对撞，我会比他快一点点。我会比他多拿哦。这游戏好像没有很难玩啊，我觉得。哦。击杀命令哦，快点哦！不击杀你应该就要死在这里了，没有错。逼他拿一个击杀出来。啊，我摆，但没有摆错，没有522的问题。Gan， 为什么你也有？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也有，我先下。赶快打脸的，对啊，看来他血量扣的比我快一点点啊。哦，他有放狗吗？他该不会有放狗吧？
他该不会有放狗吧？血。来我身边。没事。哎、欸，哦，啊，为什么？可是这样子还是被换掉啊，而且我这一仔不会死、欸。嗯，先看这一只给什么来决定。哦，好强！我下这个可以抽两张牌，可以抽两张牌。不过我猜里面应该也是织王者吧。想先看一张牌，镜像之类的就爽歪了。哦，居然有这个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几点叫？哦，干干，不早说，你这畜生！还有都打到现在，你他妈给我现在又给我这个！再看一张。时间快不够了。如果先抽就好了哈，哎，也没有，我是先拿织王者，先抽我就可以吐息直接喷掉了，那我就不用扣那么多血了。哇，哦，是，哇，哎，多抽两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一定有阴谋，大概是打错了。哦、螃蟹是野兽吗？是。你们不要这么生气嘛！人各有志，富贵在天啊！他有放狗啊！他妈有放狗就算了啦！呵呵呵呵。干，我觉得还是没有比这个煞气的。侏罗纪世界喽！狼工啊！不管啦，侏罗纪世界喽！我要作弊，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作弊呢？打得漂亮！首胜，可以开卡包了。看起来没有很难嘛，这游戏看起来蛮简单的、啊。开一下卡包，这是美服啊，所以美服不要玩那个，我不要作弊。哇，垃圾！哇，干流光，还刚好是熔岩喷发，把熔岩喷发湿了，再来打一场吧。来问一下有没有谁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对战组合有没有谁在线上的？干，芝芝跟医生没有一个人在线上、欸，大家都在睡觉。哇，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不然换个其他的好的啦，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法师觉得还好，萨满、盗贼、战士，有什么东西跟这个东西可以配啊？想一下也没有啊。牧师可能也还好，我觉得还是法师或镜像会蛮烦的，或圣骑来的这样。可是圣骑应该天生技也按不到，大概只有法师、牧师是什么。没有，不要跟观众打，等下打下去没有结果了。哦，德鲁伊，德鲁伊蛮屌的，德鲁伊咆哮应该吓都吓死了。
萨满或德应该还不错。为什么炉石要设计螃蟹、啊？不懂。为什么炉石要设计王牌猎人呢？圣光会带来胜利。那炉石为什么要设计王牌猎人？或者是炉石为什么要设计黑骑士？你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我猜没有。不过答案就是这样。答案就是为什么你要为什么？他只是所有的香客牌的其中一个，对，只是因为他的目标不在，就是他的时代不在这里，所以你才会觉得螃蟹很烂。需要这样吗？好啊，牧师天刃剑没有什么用啦，法师可能还好一点，对不对？他只是香客牌的其中一个，就像血骑士一样啊。为什么要有血骑士？好可爱。为什么要有血骑士？因为这世界上有圣盾啊，他们会尽量哦，大哥布林进去，米欧号是还是因为改过啊，他改完之后才这样啊。米欧号就是因为他改过，改完之后才变成一个笑料，要不然他改之前还蛮正常的。对啊，他只是所有香客牌的其中一个类型啊，只是因为鱼人大鱼人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大概结束快20年了，有这么久哦。刚说什么来着？这个吗？啊，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哎、欸，第一次看到哎、欸，好冷门哦。前来报道。干，光荣牺牲，妈的婊子！啊，救赎？啊，我不知道哎、欸，这什么、啊？你看，有花哎、欸。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嘛，我没有作弊啦。我想想，你看他啦，作弊两次。不知道，不是血变衣，不是那个。哦，强啊，干，你一定要先打这个。或者是不要打也可以，放给他打，可是不行，我就会怕有 buff。啊，以眼还眼，不然还有什么？没有啦，剩以眼还眼欸，真的是以眼还眼欸。那我一直补他就好了，他就是我的神坛喽。你好啊，除非有人怀疑这游戏是你假开，你们不要这个，没有，剩以眼还眼而已了。嗯，暴富是一定要撞鸡啦，如果你撞旁边这个变暴富，那只鸡就要变神兵了，好吗？对，不是，应该是，我会一直补你的，你不要死啊 ！Again， 奉献个，那还少，那还要再打一下。啊，还可以，是哦，剩以眼还眼啊！没有，红龙的规则，你讲红龙的规则就错啦。这里有一段，这个是错的。哎，红龙不是降至15，是就是设定成15。它的问题是会不会喷掉护甲的这个问题。对，他以前红龙的问题，这个干我妈，我职业卡我没有抽到半个东西啊，我职业卡到底是什么啊？哦，爽哦，抽三张指望者。
想打他脸就要飞起来了，不要干傻事。哎耶，还不错。不要怕 ，Manic， 你不会死的。太好喽，现在回去可以叫大宰喽，真开心。等一下这个，然后打他，然后自己被反弹死掉，就这样。我不知道他的牌到底怎么设计的，但是我知道有一打的指望者，我们只知道这件事情而已。干，他看起来又要神恩一次，哎、欸，没有，三只，是以眼还眼啊，一定是以眼还眼啊，全部东西都试完了、啊。哎、欸，蛇蛇还不错，奉献，不要，没有东西。干，又是鸡。先把遗焰弹掉了，遗焰很危险、欸。我要是不下遗焰还眼，我下这个，他就拿全部东西打他，然后再拔个武器自己砍，都飞起来了。再把鸡打掉。谢谢你。打哪一只好了？打这只好了。这不重要啊，有这只吴诺夫啊，对不对？我就站在这里，你试试看啊。打打看啊，有没有一视同仁啊？哦，好强哦，可以抽牌嘞！换我喽，什么时候换我啊？什么时候换我啊？快点，快点！你看我的蛇蛇都变得这么大了。哦，被改了，对吼。不能武器自己砍的，没有，他可以把台面全部清掉啊，就是冲锋把台面全部都清掉，然后把这只养超，哎、欸，猪猪。以前以眼还眼的招可以用，哎，抽，继续抽，抽抽抽抽。嗯，他猪打过了吗？还没吧？没。那、哦、好强哦！换我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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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废柴！现在抽牌了，你现在就一视同仁奉献我，不然这样游戏就结束了。干，他不会有第二张以眼还眼吧？送你啦，一视同仁奉献你呢，好不好？你呢？我们游戏重来，就这样。二选一是战吼吗？二选一是战吼吗？二选一不是战吼。二选一不是战吼。干，不行欸，这有点危险欸。等一下，砰！然后我自己就飞起来了，不行，这真是有点，这真是蛮危险的。我们还是不要赌命好了，赌命失败。干，好像是以眼还眼哎，法克 ，you son of， 等一下，现在我不能打，我打我自己就飞起来了。哦，干，被骗了，居然是忏悔。二选一不是战吼，二选一不是战吼，哇，被骗了，干，马德，我用这玩意儿制裁你，让你看 Seven Eleven 的厉害。哦，已经不是超过 Seven Eleven 了，已经接近快毕业了，我记得。你好强哦！他现在想办法找解去解这一个，不然就要死掉了。干，早就先下怪就灌翻他了，一拳倒。The Beast， 你觉得我等一下做完我的操作，他会不会跳？前来报道。应该还不会啊，我相信不会啊，不要了。
给你三秒钟时间，三、二、一，好，还没有跳。我们再看一下嘛。哦，还可以啊。哦，不错哎，马洛尼哎。开心啊！好，我们打到两点啊，就这样打电脑刷刷对手，刷到两点，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要再检举我作弊了，我是不会助手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他法师又给巫师的学徒啊，没有屁用，干对，减一没有屁用。好啊，用萨满打一次好了，不知道萨满在干嘛。每个职业都先玩一次就好。整个打开美服好友列表，打开美服好友列表，发现上面是没有好友的啦。对不对，这谁的名字啊？蓝莓布丁巧克雪糕，好好吃哦。盗贼有啊，盗贼可以砍两次啦。我觉得盗贼没有到很强，盗贼还好。传送门会更好玩一点，我觉得。索尔对上卡尔洛斯，胜利或死亡。换一张起来、啊，反正你哦，敢换两张起来，因为你后手最好就是一笔丢两张啊，所以你也是换两张起来，敢换你有屁用哦，都是之王者啊，我换的也是之王者啊。这次大乱斗不用组牌组，是全随机之王者大赛，第一届之王者大赛。很像你永远多对手一次啊，就是这样就好了。他有刀油跟爆刀吗？啊！你好，你该不会有武器吧？干，太变态了，你居然有武器。嗯，我是什么？猪猪，还可以。看萨满是只有对啊，萨满到底是不是只有之王者啊？哦，这个也不错啊，这个加一攻击一耶，每一个人每回就各比对手多一只。哦，他总不会要叠盾吧？那我们看到他摸了一下盾牌，嗯，我想一下，我在想做哪个比较好，孟克拉狮子，雷猴，吃我的胶吧。吃两根胶也才四五而已啊，所以不会吃胶啦，一定不会吃胶。可能会灌两个，然后再哦，他要叠盾哎、欸，厉害！慢了、喔，现在美服好卡。
没有这样是因为他如果这个要换，他一定要全部的胶都拿去吃，然后你剩下的才打的吊打，所以我才故意这个样子。我不要再作弊了，我真的没有作弊，我公然发誓我没有作，公开发誓我没有作弊，你们不要再这个样子了，对，不要再说我作弊了，我是不会助手的，吃我的之王者啦！哎，说到这个，这里有那个吗？少安的粉丝吗？没有，不知道批评什么东西。少安那个啊，之前少安的粉丝有做了一张九宫职业九宫格图，可是那个做的没有很好，真的。那个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之前没有碰这哦，干这傻小，干这个当然是配这个啊，谁会拿来配这个傻傻的？那个职业九宫格图里面，其实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做的人应该不是，其实应该不是哦，这好强哦！做的应该不是 TRPG 玩家，所以他有些的那个意义哦，好强哦！啊，少打啊，干少打两点，算了。是伊森伊少安吧？少安吗？少安吧，中间是少安啊。哇，你好强啊！干，你们反应冷静一点好不好？人生是很有未来的，不需要这个样子啊！你不打，我不打，就这样了、啊，大家都不要打、啊。我忘了、欸，因为上面的名单有少安、吱吱。哦，哎、欸，给你多一点攻击力，真讨厌。我你妈！干，就还好，我有这个，换一只新的喽。咕咕，我有死亡之身了，你好。然后那个啊，他的九宫格图其实应该有做，也不是做错啦，他只是用那个人家以前那个对那个的认知去改的啦，所以他上面讲的东西其实不是很正确。就像我怎么可能是善良那一边呢？我一定是邪恶阵营，你开玩笑，我是可爱又邪恶的反派角色。嗯，可爱又邪恶的反派角色，没有啦。我以前，因为我 D&D 很久以前有玩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写，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九宫格图就知道，干你一定不会，你一定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没有理解，对。哦，嘟嘟嘟嘟嘟嘟嘟，哇，要多抖那一只哎、欸，该死，六七八六七八，然后这只换掉。然后没有，我是 low for evil， 对，从以前的那个分类，我就是手续邪恶。知道手续邪恶什么意思吗？哎，手续邪恶最好的代表就是他会在科多兽，科多兽，哦，好吧，科多，算了，我不要要求这件事情。哦，好吧，哦，不错哎，干没有屁用，还是撞一撞啊。King Crush， 完工了。讲哪里？我想一下，你们不要这么急嘛，好不好？让我想一下，我刚刚讲什么嘛？哦，算你狠，呵呵。我的分类就是不是我的分类，我当初给自己的角色的定义很像最棒的解释就是送棍。什么叫送棍呢？就是那种会利用法律来搞别人的人，就是很像我会做的事情一样。你好，我还有第二只哦，给你三秒钟跳，三二一，好，你还在耶。
请问可以跟您暂停的话题，我可以扣一吗？我也是 TRP 玩家 ，no， 我们不要接扣一，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会少抽一张。不然我们再算个命好不好？看一下还有没有新的、啊。哦，今天传说好好抽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死吧，啊死吧，想一下要不要继续打？没有啦，死吧。这游戏看起来传说比想象中好拿、啊，你们都把这游戏想得太认真了啦。手续邪恶是专门钻法律漏洞的人，对，这个人是送棍，就像时光龙可以用就会用，就这样，然后什么都可以用，就可以这样用，这就是我的特色，对，啊，萨满不太好，有人说盗贼，不然我玩个盗贼好了，医生表示废话，牌都你印的，哪有，我都，对。是那个也没有什么大招可以丢、啊，看他手里有什么啊。如果他手里嘲讽怎么办？熊也有嘲，野兽有嘲讽啊，也百万兽某一兽之王，333熊跟瓦利拉忘了对上雷克萨。上完不好玩啊！这干这有屁用？隐蔽有屁用？隐蔽先换掉好了，隐蔽应该是没有用。换您觉得换一对一都还比一。对啊，反正手续邪恶的特色，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以前在桌游店的时候就会聊这件事情啊，就是假设你要替每个人定阵营这件事情，每个人可能会是分在什么阵营里面，我就是手续邪恶啊，然后大概那个谁，伊森还是谁就是邪恶、哦，我没有非常的，哦，手续邪恶并不一定会做。哦，邪恶、善良与否跟做坏事是两啊，看起来是做坏事啊。你看，这愤怒机应该是没有搞头了，对啊。善良跟邪恶跟做不做坏事不完全有关系，不完全啊。对，这个没有办法说。你说善良的人，应该说，好、哦，看来是要拿垃圾了，没有错。哎、欸，还可以啦。哦，还可以啦。手续邪恶是最有可能以邪恶阵营这边最有可能做好事的，因为他的要求，他的想要的是更大的利益，这样，这是这个想法的特色，就是应该说这个阵营的特色是这样。哦，猪猪，呵呵，他现在打到现在才扣一滴血，那你跟我谈。哎，先撞，虽然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差吧，因为它是这样的东西，可以。如果你对 D&D 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这九个阵营的实际比较好的分类，可能会好一点。我是不是有大乱斗加成的？我应该有超多大乱斗加成。觉得我这个人不是大乱斗就哦，你也有哇，你好强！好吧，想一下怎么解。就拿个原生恐龙就省事啊！哦，不，我想下老虎啦。哦，鸡可以杀人欸，等一下，我现在才发现，好不？进攻。
看起来有人要变，看来等一下真的要有愤怒机了啦！把击杀拿出来，你不把击杀拿出来，你下一秒就要飞天了，我跟你讲。干，去你的！解这个快点！啊、哦，干马洛尼！鸡要走了，没有办法救他，早知道还是下，早知道不要做意气用事了。哇，无解，看着只能跟鸡说再见了，没有办法打一点啊，早知道把背刺留下来，妈就飞天了。哈哈哈哈哈，妈的，我也不用去解他，他一定会去打那只鸡啊，我才不相信你们敢不解鸡。不要打嘞，打完鸡是三的，可以用这个解，这个，哦，传说好难拿啊。哦哇，干什么？冰冻毒蛇哦，毒蛇不会吧？毒蛇，嗯，这厉害。哦，有点厉害。哎、欸，不是毒蛇，不是冰冻，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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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拔刀，这个撞掉这个。其实哪个手顺的一样。啊，还有狙击，还有狙击，对不对？我没有下过怪，等一下我不能犯错，先下这个狙击。我要是犯错就被你们笑死，对不对？哦，你也有大料啊，还不错啊。哇，没招，还是要换五六七两只全部换掉。马洛尼回去吓我的马洛尼，大概就这样。进攻。回来。换我喽。回来了。我回来了。你回来了，我也回来了。这个很强哎、欸，这个还蛮多东西可以抽的啊。啊，应该要做这个天能机。哇，去你妈的，梅克斯纳！哦，毒药、欸，毒药能干嘛？这一手有一个好邪恶的事情可以做。为了先祖，进攻！完工了！噔噔噔！噔噔噔！干你老师！去你的照明弹！干，我被扛特。哎、欸，他摆错了，这只不能动。枪枪枪！哦，干有假死哎、欸，好强哦！哦，那这个摆对了。不还是要毒死一只啊？先毒死一只，然后分科恩霍尔跳出来。我在那玩意儿里面待了好几个月。九加八，十七加三，二十，啵啵。好吧，他又死了呀，好奇怪哦，怎么都不会输啊，这个模式是不是做错了、啊？
欸，可以练战士。欸，我们下一个来打战士哈，战士，战士。我现在哪一个没有打过啊？德，欸，我剩术士。嗯，我还有五个职业没有玩过嘛，对不对 ？OK。哇，小莫欸，小莫你还没有睡哦？这个是小莫吧？这个是小莫 ID 吧？我有作弊吗？你们不要一直质疑我有作弊好不好？我这个人这么和善，没有和善也是没有屁用，和善跟作弊还是没有两回事。术士很烂吗？我们等一下打术士看看，看术士会不会输。医生去睡了，医生根本就没有上线。哎呦，干，有命令之吼了，哇靠，谁会做这个啊？都没有屁用啊，还是换一些，换一些有用一点的比较好。啊，你莫外躲观众群里很久了，没有，因为我的画面上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看到有人谁在里面，所以我必须只能认 ID。求外挂载点，没有，我没有公然开外挂，我没有实况开外挂。对，请不要再怀疑我用外挂了，我是不会助手的啊，不是，我是不会。对，你继续抽暴龙要单身到老了，我跟你说，我也不想啊，没有这两回事。干，如果大乱斗可以办比赛，我一定会赢，真的。米欧刚刚有讲啦，给一个十费的扫场，十点法力的扫场。哎、欸，来测试第一个运气。嗯，还可以嘛。对，我是不会助手的啊、嗯，我也是不会承认的嘛。十点全场打五点吧，我觉得。打脸，哎、欸，不敢。想想也是不敢，是我也不敢。哎、欸，不错，这样子是43对不对？哎、欸，应该先撞，说明这个一点有其他好处。哦，不错不错，好，我有无尽的弹药了。完工了，你一定会赢 Frozen 是一个运气很差、啊。哎，辅助天人祭点，一定要解，不解土狼就跟死了没有两样。好啦，那这样我就拿回优势啦。没错，你看他现在等于空台、欸，当在大乱斗空台就跟输了没有两样。一二三四还是做三一比较好吧。你也不需要叠天机啊，你这场游戏的天机根本是假的啊，就是这玩意根本是摆着好看啊，这玩意没有任何功用，没有任何功用。嗯、你好。哦，好强啊、哦！无解，分了啦，无解。先撞一次看看，木克拉，哦，这也可以，刚刚好。嗯，等一下，哦，摆错了，一个摆位之障，应该要把这摆中间。虽然他应该没有冰锥术，刚刚的猎人天生技也是摆好看啊。我什么职业玩起来天生技都是摆好看的、啊。哎、欸，我是不是还没有打过猎人？我没有玩过猎人哦。啊，秘法之力。认真的吗？抽起来是有更多的之王者啊！哎、欸，还不错，这个或许有奇效。对面如果叫大宅会有奇效啊！复仇，复仇不是全家大爆炸啊！再抽一张。上个叠天灯系也被马洛林克洛熊打爆，哎、欸，对，没有错。副本这个副本的没有，可是这里有，他会依照我不知道他的牌是怎么给的，就像我一定没有这个啊，可是他有这个啊，我可以沉默他，叫只大仔来看看啊，叫只来看看啊，算了，听不懂，哎，大家都去死吧，说再见喽，啊，人类怎么可以这么黑暗呢？我真不懂这世界上的人类怎么会这么黑暗。哦、我刚按太快，难怪我没有抽牌。我想说，我应该还有更多可以下。我、哦、还有这个哟、哦！他怎么看起来快要死啊？是我的错觉吗？蜘蛛明明超可爱的，哇、哦！有啦，蜘蛛哦，
我比较不喜欢拉牙，哎，没有，我比较喜欢拉牙。如果要跟蜘蛛比的话，五六七八九十啊，差一滴。我们需要一点伤害，哪里可以制造出一点伤害呢？嗯，嗯，克洛许不行，不行，不行，克洛许没有办法制造出一点伤害。抽牌会不会有一点伤害、啊？来看一下。没有，哇！暴龙也不够啊，暴龙点数不够。我相信你没有哦，摆不下了，对不起啊，那我点个盾。对啊，五六七八九十嘛。如果我做这个，或不论我做哪一个，都打不出伤害。哦，抽到野猪就一点，那还是一点啊。就是你拿这个一点去撞，就还是一点啊。除非你刚沉默，然后撞完之后用破碎用粉碎踩自己，然后拿到的是招，那就会赢了。哇，我要抖那一只，这你的。这你的，这你的，哦，森林狼会多两点，哦，那对对对，森林狼或原生恐狼也可以。这你的，好啦，最后一只了，不要再玩了。哎、欸，好 ，OK，OK，、okay, okay, 既然是最后一只，给一只鸡也是很正常的。赢了，五连胜，都还没有赢，都还没有输，讲错了。干，不要再问了啦！米欧号是改用前体质跟消耗跟响应能力，我不知道，要 Google 啦。我是听过这个故事而已，可是我没有看过旧版。还有谁没有打过啊？我想一下，战士赢了嘛，萨满赢了，盗贼赢了，法师赢了。牧师赢了，所以剩这四个职业，对不对？导师跟德鲁伊，还有三个，我们把九个职业全部打完就睡觉。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啊。再把剩下左边三个职业打完，应该就可以结束了。我想看我要说什么。哦，好，我讲一下明天原本的行程是什么啦。原本台韩那个谁，台韩小六请假，所以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代班，就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算一算，我又没有跟少安约会啊，哈、啊！不过后来他们找艾斯，所以就没有我的事了。讲完了，还有三个。胜利，那怎么也是只有指王者，没有东西可以换？换两张啊，后手换两张，因为你前手硬币，你一定是硬币丢这两张，然后再看后面这两张是什么。算哦，愤怒、欸，愤怒抽一张超没有意义，不要拿愤怒来抽一张啊，愤怒抽一张就是指王者、啊。如果你觉得米欧浩斯体质改高一点会不会有人放？不会。你说比赛吗？米欧浩斯摆不摆不摆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配，所以不摆、啊。其实米欧浩斯不摆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哦，算了，我不要跟聊天室解释了，你们都不会相信我的，你们永远都不会相信我的。哦，不错啊，这多瘦哎、欸！对，我讲一下，米欧号是在比赛可不可以摆哎、欸？没有，我明天最后不会去上 PPK， 因为后来他们找艾斯，所以就变艾斯跟少安了。我就不要介入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了，没有错，他们两个世界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太适合我。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不错啊。我在想多丢一只跟变身哪一个比较好？变身吧，他没有一点的、啊，所以他应该升大招。听说刚刚 Google 传说野兽只有六张啊，我算一下，穆克拉加智瑞拉，穆克拉加智瑞拉克洛许王。
马洛尼芬比斯巨兽，还有谁？现在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少讲了谁啊？九点啊、哦，那个梅克斯纳，没有想到梅克斯哦，没有想到梅克斯纳。滚！那就是六只。虫虫讨厌是不是传说？虫虫讨厌是只哭而已。他现在下另外一只，你把他踩死，死吧！死吧！好、哦，干，不能。嗯，可以用这个解。我什么都拿过，我拿过两个，哇、哦，还有自然之力耶！这个套牌好酷、哦。沙浪黑，哦，这个我今天第一次拿到哎、欸，这个是今天整场游戏下来我第一次拿到万兽之王。不过万兽之王算烂的传说，算烂的野兽哎、欸，以526这个体质不能接受，536可能536就有点强，所以还是忍做526。536就跟那个一样啦，就跟那个、啊、我看自然之力硬灌了，抽一张。有人想要不要劫场？劫好了。不然这游戏的手牌不是很大的影响，可是尽量减少对方错牌，应该是会有帮助啦。嗯。他有咆哮吗？我不知道哎、欸。请不要接。536哦，找地主行者啊，因为就跟536一样啦，所以就变成你就做的，如果你今天如果你不给他属性，结果你五点做的跟那个嘲讽一样，那就不能太。呵呵。哦，呵呵。哇，那我还是会被毒死啊。真难过，这个嘞，这个要怎么解？这个一只，两只不行啊！还是可以解啦，还是有解掉一只啦，因为它再怎么样都只能再毒死一只啊，然后我后面才可以下。哎、欸，如果我拿到森林狼，我刚自然之力撞出来是森林狼没有屁用啊，不行，他不是野兽。哦、啊，我需要破法者，请给我破法者，请给我很多的破法者。哦，这可以长多大？他五点叫，再下一只。吼吼！不过他有粉碎，所以其实你做这样也不是好事，因为他粉碎硬拆掉，他这个就可以开始换你了。看来这场好像有点危险啊。哎、欸，没有啊，这样撞就知道是没有料，没有解，没有硬解。嗯，还是有希望。亚服三点，美服一点，欧服十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美服。又是选举。哦，马洛尼，啊，该自然之力啊！嗯，3 4 5 6 7 3 2 4 6 7 6 7 8 9 2 4 6 7 8 9，两只撞，可以先看一张是什么。嗯，有一张的扣打可以看，再不行就自然之力。这要撞谁好啊？撞。哦，没有屁用，所以说我要用这个解了。啊，应该先撞这个。
不等人，我们就可以玩到时光不等人。哎，我可以变身咬一个变身，哦不行，我真的点错。哇，这场对决到对面的牌是比我多，而且他还没有把杀招拿出来，我已经把自然之翼拿出来了，好像要输了，怎么办？我们终于德鲁要被制裁了。What? 好不 ？Tinkering？ 哦，好像有点强 ，God， 超级强，输了，打不赢。嗯 ，Poker Face。是把28砸死比较重要呢，还是把剩下两只砸死比较重要呢？没有，还是把血，还是保血量，他没有手牌啊，所以应该是这样比较好。然后。因为这个有可能可以换他，我还想这个是两个要把它打掉呢。完工了。其实这个先打好像比较好，这一个一点就先打，然后看这个时候，如果是科多兽问题就解决，科多兽就可以改变你的想法，科多兽你就不用下这一个，应该不用。先打才对。这世界上还是有公平正义的，没有，这世界上没有公平正义了，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没有公平正义了。等下要64欸，4还不好欸，这个还会被这个拿掉，他砍过了。科多兽，我人生没有太大的愿望，只是希望拿一只科多兽。啊，这个愿望太大了吗？哦，终于拿到恐狼了。因为你下这个还是被这个吃掉啊，刚刚好。虽然老虎跟那个是一定可以换台面啊，或者是做6这样，611这样。啊，他拿这个把他毒死，还没有死。他手里武器是一点，456没有。我现在有点，我这个人有点毛病，所以我会算很多事情。终于打到第一场要想的了。时光不等人，伟大。应该还是要下狮子。下狮子再怎么撞完圣二啊，我那只四二一定可以动。哦，如果被转圈圈就输了，就有点伤，就是。二不会现在下这个啦，现在下这个没有用啊。你下这个也是要给人家打啊，你不如你看，说不定可以给这个打，对不对？就不用用那个打了，就不用用这个打了，你也小容易。好啦，早打完了，终于换我了，我终于可以玩游戏了。哦，不错不错不错 ，OK， 这样也是可以哦。好，伤害继承，不要慌，这个打这个，因为我可以先看拿到什么东西。嘿，哦。我等了你一个晚上，你现在给我，这个换掉，这个换掉，这个换掉，这个，这其实打哪一个都一样。变身咬可以下六点的，六点有什么东西比较好？四五六五一，五一不错。好了，应该是赢了。这个虽然打到这个时候弄得快要死掉，不过看起来应该还是要赢了。没有打好吧？我觉得他可能有点
失算，可是也不好讲人家哪里失算，反正就失算。还可以灌香蕉给他呢，你不要死啊！不过先有可能拿到鸡啊，所以先打。哦，等一下，好喽，应该是不用解喽，你死定喽！戴总把我踩死。什么应该是没有空，他现在手里如果有七点有粉碎要先丢啦，再不丢应该就要死了啦。而且我手里还有这个，我拿了香蕉等你哦，啾咪。对不对？看到这只也是打不赢，斗殴也没有差，斗殴看留谁而已啊、嗯。反正我有这个啊，我只要有加兹瑞拉在手里，应该就可以了啦。那慢慢想吧，我们来倒个水吧。大家有什么东西想要问的、想要聊的，大家可以提出来哦。不要再问是不是用外挂了，没有哦，我绝对没有用外挂。让我想想。现在有点累耶，所以我没有办法，有时候没有办法聊一些太嗨的话题，但是那崩溃了，应该摔手机然后去睡觉。他又来找，你说内挂、哦、没有哈、哦？这个游戏没有内挂、啊。你看旁边，我绝对不是把这个聊天室遮住，旁边有个炉石盒子啊，对不 对？他崩溃，他走了，他又把手机收了，然后就走了。八八九十十八二十，来看一下好了。骷髅许王。嗯，还好，结束吧。他又死了，他又死了一次。我们今天又有一个观众离开了，非常好。你以前是赛评吗？不是以前啊，现在还是赛评啊。我礼拜十七月十号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啊。哦，六个职业了，剩哪三个职业啊？剩这三个对不对？剩这三个，我们先打最难的好了。有人说术士很难，那没有，我们最后再打术士。圣骑应该，圣骑有什么？真勇之剑、正义之剑、整装备战。猎人应该是最简单的吧？我不知道猎人为什么打不赢的。猎人应该是最简单的、啊，剩两个就结束了。术士摆最后嘛，好，术士收尾。你真的下来，你觉得最好拿的是什么？没有最好拿的吧？每个出现几率都还差不多啊。鹦鹉、螃蟹，哎、欸，我好像没有拿过螃蟹，对不对？我是不是整场游戏下来没有拿过螃蟹？我去睡觉不看了，明天还要专题，专题辛苦啊，大家再见。对，全部解完一次能干嘛？没有，爽而已。这拳只是想要看我什么时候会输而已。为了末日锤，哎呦，有快速射击，好强啊！开始了，误导可以拿掉，误导应该。对啊，我是不是没有拿过螃蟹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拿过螃蟹？有拿到螃蟹吗？我已经忘记了。一个月前刚回国，很想抽牌。目前包含开单人花了3030包，单人1500留500打进一场。哦，副本嘛。哦，厨爹要怎么配牌算比例啊、哦？不是你说竞技场吗？还是天梯？天梯不能用比例在算的。啊，你去看兵法的手下跟法术的比例，跟其他职业跟巨人术或什么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竞技场大概是20/22/8吧。嗯，哎、欸，动啊，同学。Hello， 他已经睡着了，是我端线来，他睡着了。看我，哎、欸，十九收。看我的花书。如果你想知道新手怎么上手的话，七月十号有一个活动可以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跳线断线了？这样子 free win 呢、欸？这样子不对吧？
哇，他被吓走了，真是不好玩。干，我哪有，我什么事都没有做。Why do you put a banner on your side, bro? Massive income for streamer. Yep. Agree.没有，不是没有，没有东西比例是固定的。就像你，就算你打其他游戏，魔风的套牌比例也没有说在固定。他们只，比方说你打红快，就是小生物快攻，那你就不会有很多法术啊。搞毛啊，睡着哦！看，那这一场算不算啊？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一定觉得不算啊。你的对手离开了。七月十号活动还不能进，还没有对外，所以应该是不能讲。赢了，爽哦！你们要上输一场吗？你们会觉得干这不算啊，对面根本就不在。好，我也觉得不算，再打一场好。一点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呀，一加到七是二十八，嗯，然后天际射一发就死了，所以大概是这个数字吧。我没有作弊，你不要这个样子，对不对？我手都在这里了。雷克萨对上马法里恩，我必须保护。你们都怀疑我作弊，你们这样子，我的人生很难。没有算了，跟你们解释也是屁用。自猎人可以不用换了、啊，反正一二嘛，对不对？先手应该都不要换，先手就是三支一点，这样就好了。先手三支一点应该是最好的，因为你这样一回一点。两回二点，两点两只一点这样。如果你换了一个大点的三点两点的东西，就还不一定好做事哎、欸，就没有办法。后手一定是硬币掉两只。除非你知道 TPS King 吗？不知道。这游戏有野性成长，德鲁伊有野性成长。这个游戏只有知王者野性成长是可以干嘛？哎、欸，我终于拿到他了！我是之前都没有看到他，来自一点最好。哦，也可以，在里面浪费血晶了。不不。吃王者有什么意义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会多我一只哎、欸，该死，讨厌！不然就把击杀致把致命缴掉。我觉得致命可以缴啦，因为致命应该是这场游戏没有最没有用的东西了。哦，好强哦！哦，好厉害哦！对，绝对没有东西吃啊，就是不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啊。这等一下拿来抽就好了，五六七，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运气再见了，没有错，我们终于可以睡觉了。下输又好，嗯哼哼哼。你的对手离开了，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猎人在这个猎人在这个场子好像有点弱，因为猎人没有办法，虽然起来都是野兽，都是可以配你的职业卡或者什么，可是你的天人技没有用。不是啊，你很难做后面有致命啊，除非他五回下一只五点的。哦，不一定，应该说你的台要不能被清掉了、啊。
时光不等人。哎、欸，干，不会吧？又一个睡着了。就这样。啊，当然这里丢致命就爽歪了啦，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致命的，我们就是比较少致命的玩。哎、欸，这也不错。致命在这里不太容易打准，多一只嘲讽的时候就很难打。就像这样，多一只嘲讽的时候就很难打。哦，好厉害！干完了，解不掉这玩意儿，人生就结束了。这样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了。干打不赢啊，怎么打？先撞一下看有什么、啊，加一攻击力。哦，更多的螃蟹。干，犀牛超强哎、欸！他所有，他现在后面这边所有东西都要变神兵了，看起来要 GG 打 WP 了。我一定要下梅克斯那去电他一次，不然他用克洛洛踩我就爆了。嗯，他打不掉这一只哎、欸，所以我下这两只是安全的。差不多是可以输了啦。嗯，全之王者冲锋了，哎、欸，他下来当回合就可以知道里面有什么料、欸，哎，妈的，哎，不对啊，哦 ，OK， 哦，这一后面这一手就正常了，我第一手有点不正常，加四滴血这样干嘛？我要死掉了，我解不掉这一只，嗯，而且是没有办法解，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我只能尽快的把全部的牌都捋起来。哦，我可能拿到之王者。哦，没有没有没有用，我还是不是之王者。哇，小梅是个废柴了。终于终于终于，这是我的护腕啊。嗯，我们终于要接受残忍的制裁了。我现在这一把都是热射。看，怎么还是我把你变成鱼人就死定了。老虎。冲锋老虎，哦，太好了，可以摔了。有咆哮哎、欸，所以他的职业卡要给咆哮哎、欸，可是我猎人只想去抽完，没有抽到咆哮哎、欸，剩这两个了。所以我们猎人输了，剩下圣骑跟术士，终于可以睡了，终于可以休息了，终于看到一败了。九个职业打完，猎人要抽到职业卡，最好用的这场有这一轮最好用的英雄能力都是那种可以打一点伤害的、啊，等于是你会少换掉一只之王者。无色对上。所以你会少换掉一只指王者，应该是差在这里。你要小心点。哦，干，我会以荣耀作战。有一点不如多做一个。致命的手，如果不丢致命的话，就是两三只全部兑换，就是一撞一撞一。没有没有，两只撞一，他会多一只指王者。啊，他下一手如果还是下那个小梦丸，对，如果他下一手还是下。那个百兽万兽之王啊，你还是不能打、啊，对不对？你还是不会赢啊，因为他刚是下一只二三，两只一一嘛，啊，我把两只一一撞掉，剩一只。如果我不丢致命，那你下他下一手你要遇到两只，他丢万兽，万兽还多一点攻击力，然后你还是你击杀还是你致命还是不一定打到谁，就你可能打到。嘲讽后面那一只，或者是左边那一只，当然你可以再赌啦，就是赌一发也是可以。嗯、所以我觉得致命能丢就丢了。哦，下属有哈，当解不掉的时候就不要解了。当他不开之王，不丢之王者了，你就不要解了，你就打哈这样就好了。
请问厨爹，如果我花750买黑日战副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到所有卡？不算直接啦，对，你可以拿到所有卡，可是不是直接拿到所有卡，是你要打完才能拿到所有卡。恐狼，耶，恐狼嘞，恐狼，啊，恐狼。啊，应该这个先算了，空。对，不是直接了，但是你可以拿到所有卡，这是对的。哎，就这样。嗯。如果这个撞下去是科多兽，我会很开心的。想错了，是不是玩的人多，相对没观念的人多？对，炉石现在台湾算红吧，算。可以算红啦，现在算可以接受的啦。哇，这个 VOD 传上去要爆炸了，这 VOD 六个小时嘞，还没有睡，还没有结束。嗯，哇，神恩不错哎，这样想想，哦，算你也是蛮勇敢的。再打一下。可是不对啊，那这一手我要抽神恩，我就把手牌用掉、欸，我下这个我就抽不掉，用不掉手牌，三四没有，我还是抽好，因为这个一定是起的、啊。完工了。哦，没有，我下这个才有可能用，也没有，一定用不掉。我现在下之王者抽一张，之王者死掉给我一张。对啊，那我手牌一定用不完啊。哦，就拿这个、欸。他不会有爆刀吧？好像有、欸，怎么感觉有啊？啊，还有这个、欸。哦、啊，还有。崩坏的正义。攻！怎么还有？没有是屁话。以前的秃鹫强很多了。好了，这样就好了。傻刀啊！快点啊！你不要再抽东西了啦，回家睡觉了。没有，我留住这个是因为我不要让他把它打掉。他至少要下一手才能把它打掉嘛。终于在这之前哦，真无耻。好吧，好吧。好吧，给他圣盾是不是有点智障啊？观众们觉得，看你姐冲三小，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点有趣而已。继续赶快行动。哇，我有点水晶没有事情做了。可，这玩意可以挡三次哎，好强哦！这样想想，
没有关系啊，你待会再把它换掉就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六加五，十一、十二、十三，好，还没有结束。哦。哦，没有咯，干烂透了，这是全地球最烂的故事。好，我们不要再叫手下了，这样就刚好了。哎，不行不行不行，等一下，我不能让光荣牺牲触发，对不对？我不能让光荣牺牲触发。继续赶快行动。嘘，他不知道，他想说啊，那个不是光荣牺牲。他刚打过，他绝对不是光荣牺牲，他以为是以眼还眼。咕！他觉得那个是以眼还眼，他也没有把武器啊，结束啦，打不完，真不好玩。我输了。我不知道哎，剩两张牌吧，六张牌。哇，星星好强啊！圣盾星星又挡了一发，真好。好了，只剩下术士没有赢了，术士跟猎人而已。猎人天际太烂，术士天际可能也太烂。我觉得术士天际应该整场就不会按，因为没有意义按啊，按按干嘛？按就是多一张，然后多一个那个。什么为什么？哪个为什么？两张神盾，我不知道这游戏玩家在想什么。神恩几乎用不到吧？你下一只之王者，他下一只之王者，你下一只野兽，他下一只野兽，你的野兽除非撞了输他，你的手牌才会变少，不然没有什么。为了末日锤，哦天哪，这可能可以留一下，不过实在是太黑暗了，我们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了，还是后手蜘蛛拿一拿就好了。哎，这不错，暗影剑就不错。就是你花两张牌，你花两点法力抽扣两滴血抽一只蜘蛛，然后再花一点下来那一只蜘蛛，好像哪里怪怪的。最长 VOD 有多久？你说一段吗？一个影片吗？还是一次实况？一次实况最长48小时啊？哎、欸，不是，24小时啊？对呀、啊，打看门口的时候啊，24小时没有睡。有睡啦，我们两个人，我跟我朋友轮流打完看门狗啊。哦，啊，他做了很多这个就不好哎、欸，因为你看我下一回有没有事做了，下一回就是废柴了。如果我下一手起的不是另外一只蜘蛛，哎、欸，为什么翻图腾 ？Why？哦、oh ，看，你看，对，你看，这就烂。可是你一定还是做这个，因为你不会做，你不会做这个啊。你做这个，下一回三回，你有三张三啊，你只会做三的事情，你也不会做二的事情。所以你看，最后还是绕回来，还是做这件事情。嗯，设计怪怪的。好了，找不到可以去死了。打脸炸一炸吗？打脸炸一炸，打脸炸一炸啊！他先下野兽，两只换掉，吸取一只。吸取一只好像没有那个意义。扣血抽一只，两只换掉，下一只新的，一只对两只。我有这个，我一定可以把台面拉平一次。现在要拉平吗？现在拉平吗？现在把台面拉平，两只打把台面拉平。下一回他先下、欸，他会先下大宅、欸，然后我只有指王者。最好情况下是我扫完之后，我可以先下指王者会好一点。所以我现在不需要这样，我觉得扣血下一只，然后两只对撞这样就好。快没有时间了，不然先看出什么。哦，好不好？嗯，这不错。对对，下这样会比你这个时候炸好。虽然这个炸是一定全部什么都没有啦，这样也不会有恶魔吧。
而且他还先，他会先知道内容，所以你为什么还在翻图腾？这不是翻图腾游戏好吗？哦，冰霜等级。嗯？如果你炸完之后你先下，那还可以。就像你现在，如果你现在烧啊，你现在打完烧，你可以先下一只之后，那还稍微可以，稍微啦。虽然这也是很小啦，这也是没多大。这个好哎，这个好了，这个吧，这个可以减少他翻出嘲讽图腾的几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看到嘲讽图腾会有麻烦，所以我现在扣血起来应该会是没有影响。快牌应该就不下了，尽量多下之王者去换牌起来会好一点。对啊，为什么他要？哦，爽！原来你有这个。那另外一张呢？谢谢你。哦，还好我这个。我不要你的。到哪里了？怒火可以收割点怪。哈？哦，这个吗？这可以点脸啊，这还不错，这可以拿来收尾。六回应该是这个吧？不要被踩就好了，被踩就尴尬了。给你第二次。我知道我是血树，我刚才打过一模一样的套牌，所以我知道。那我法术丢掉了，剩恶魔怒火了。法术里面有两枚，剩下两颗是吧？一个加速量，这样正常吗？蛮正常的啊，我觉得。其他人都觉得不正常，可是我觉得我还蛮正常的、啊。好啦，再来可以先下这个偏一张解喽。还会有妖术哦，血冲锋之王者，然后另外再一张冲锋之王者。再把它中，哎、欸，不解。哦，对，他那个可以冲锋。哇，恐狼。每次都要输在这玩意上头。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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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冲锋磕多手就输了。干，动员犀牛也超强哎！我怎么一场拿下来没有拿到几次动员犀牛，真讨厌。他现在出一只大仔把小梅解掉也可以啊，九七，然后棒硬撞，马上就飞起来了啊！秃鹰可能不是最强的。秃鹰可能是假设前三名哦、喔，犀牛我会给犀牛最强啊。如果大家都在智王者互撞的时候，我第二个那个吸取是不是有点亏呀、啊？不要下吸取掌。这妈他怎么他有几只这个、啊？我怎么一个晚上只看到他下这个、啊？烤肉炉喽。哎、欸，他还是要解。对啊。闪电剑，厉害，赚了，厉害，烤肉炉喽，又快了，因为你只能下里面最大的东西，因为你要逼他打，或者是你也可以拼一点下这个啦，可是下这个没有用啊，你下这个不能烧，你烧完就没了。哦，嗜血哦，没事，冲锋老虎，这个真的蛮厉害的，这个是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最难解掉的东西之一，因为几乎只要丢这个出来，然后他只要保持用那一只换掉你的智王者，除非你出来是可以冲锋，
或者是对台面有帮助的，不然这只可能会的确会卡住你很久。一二三四不够，差一。可能要先烧了，不烧有点危险。他剩六张牌、七张牌，两只野兽是我给他的，图腾全部烧掉了。这个可以解他，这解他的机会应该比较好。不要比斯巨兽吧，先不要。他有两根香蕉，他不转香蕉，他让图腾吃香蕉，没有。这叫难打，没有，我把这个撞掉是这个还会再来一次，所以我不能这样做。对，我把那个撞掉，他会把这个毒死，然后我只能用这个打掉他。我现在只能靠这个打掉他了，或者是靠他去打任何一只，或者是看他图腾怎么翻。这场游戏不是很乐观啊，术士馆很难打，不能杀犀牛没有用啊。你一定没有看他放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在讲这句话之前，你一定没有想过这只犀牛底下为什么会有一个骷髅头，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打，你就把这句话发出去了。嗜血，没有法力嗜血。有没有？我没有谴责，对，我其实对有一点谴责人家的意思，我就这样。我想想，你要干嘛？死化好戏啊！闪电剑啊！嗜血术，先煮草，先煮治疗，不会吧？哦，还可以冲锋，那可以硬灌掉分科恩火哎！哇，杀人啦！杀鹅，他是中哎，少打一下，少打一下，对不对？哦，他把这玩意儿懂嘞，结账嘞。少打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单点解？可以把这玩意儿解掉啊？我可以套恐狼七八九十这样，把这个解掉。这不能让他抽，让他抽就没有救了。然后这个还是要凹，能不能拿去点那个？可是我觉得应该点不到。整场游戏下来，什么都点不到，就点不到了。我回来了。犀牛第二次没打。他自杀之后第二次没打，不过应该是要死了三四五，他只要一泼，然后他要失血就好，他只要丢全部的那个一点，然后再丢失血就好了。大乱斗没亚福三点，犀牛应该是最强的，再来是你说土狼或什么，其实都我觉得还好，不过那个是看职业卡怎么拿，因为职业卡有些东西很好配，有嘲讽或什么会好，不然很难配。哇，术士跟猎人输了，九个职业就只有这两个不好打，结果搞到最后是最 OP 两个不好打。这是芬克恩霍尔，我猜他要嗜血啊，打到现在抽到现在没有嗜血，很奇怪、啊。对啊，五费下不一定给科多手台。有可能，可是不一定的。猎人不会有训练者，职业要看职业卡。我觉得术士不好，哎、欸，会不会跟等级有？应该跟等级没有关系吧？刚刚战士，等一下，我的这个账号战士有粉碎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欸，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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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没有没有。对，所以不是拿你的账号的法术卡的。结束了，结束了，七胜两败还可以接受。打不死那只犀牛是最大的问题，没有科多兽可以踩那只犀牛，没有没有招可以踩那只犀牛。恶魔怒火丢的算可以了，二五刚好打不掉。哎，你剑可能不要丢那么早，可是那一只四四是可以丢一只四二等一回合。然后留安宁剑去解犀牛，我觉得重点还是解犀牛啦，不论是科多或什么。A O E 丢一次，对，拿了八张还是没有拿到。哎，我拿了几张是清卷？哪个职业吗？盗贼吧，盗贼可能是第一、第二强的。盗贼啊，我想一下，最弱的职业是没有技能，没有办法点之王者的。所以就是非一点伤害以外的四个职业，尤其是猎人，猎人完全没有帮助。猎人是一个有啊，留两点伤害就这样。猎人是职业卡有帮助，可他的天能技完全没有帮助，所以我觉得猎人不强。然后再来是，哇，为什么地上有个牌套、啊、还被捏烂了？然后再来是，盗贼的好处是他可以用两次，就是你按一次天能技，你可以解两只之王者，你就先算可以解几只之王者就好了，就是可以打两只之王者。对，然后法师寒冰剑天真剂火炮有吗？忘记了。法师可能也还好，法师有给羊吗？我不知道，我上次打完，然后我还是没有看到 sheep， 我还是没有看到羊，就不知道了。对，我没有看到变羊变形术了。还有什么？我想看。好，先讲结论，不错，大家所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家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以前那个当初副本出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比方说，哎，我可不可以这个之王者模式跟朋友一起打？有，现在可以了，自己加油啊、哦！这个拿到隐匿版没有了，有些东西拿到隐匿版。然后我要讲什么？反正这个的好处就是。你不必再组牌，就是你进去就直接跟别人打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比起叫玩家自己组牌啊，尤其是新手玩家根本就没有组牌这个人生的快乐啊，真的啦，真的啦。所以还是随机，还是这种自主，还是官方组牌是最好玩的。就像这个样子，有没有？大家觉得好不好玩？拍手！干死影缠绕吗？我整场游戏没有看到死影缠绕，换两张，我换了四张牌啊，我起手两张嘛，我换了两张，然后起来两张，还是没有死影缠绕啊？所以我不知道，死影缠绕可能还有点存在感了。对，讲到哪里了？所以这就是对。大乱斗的想法，大乱斗就把就像人家说的、啊，把慢的冒险篇章东西全部做一做，应该就会有人想要玩了，非常好，非常的简单。然后每个职业、每个版、每个御主套牌，就像这一次可以选职业，是职业里面强度不一定嘛。然后这一次明显就是不能点一点的有点弱，就这样，其他都还好。如果是传送门的话啦，可以。单节的，比方说像战士在传送门赛可能会强一点，可能会强一点点。这一场战士是有粉碎啊，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不过杂志三天后就要上了，所以这一篇来不及上。算好玩。今天时间很晚了，我没有办法用很激动的方式表示，耶，你看加兹瑞拉，哎，没有办法这个样子，我只能很安静的讲话而已。不是，你看克洛许王哎、欸，没有，现在也是，哎、欸，你看克洛许王哎、欸，就是这个样子。对，因为很晚了，我不能大吼大叫，万事有点崩溃。不过基本上就是还不错啦，这个是可以一打再打，而且是可以跟别人朋友，真的可以说，你看我运气比你好，或者是我妈你这水鬼之类的。是真的是比较有感觉一点的大乱斗，比起
比起之前的第二周的我香蕉的我不喜欢，我真的不懂香蕉在干嘛。香蕉的套牌就很死，而且就很像，就像没有香蕉，不能没有香蕉啊。主牌的人可以不用管香蕉在干嘛，也可以组出一副，也可以把你杀爆，所以搞到最后香蕉意义就不大，就没有那么大。香蕉的最大意义大概是交换血量的那一个吧，能带来最大影响的应该就是交换攻防的那一个，其他的香蕉都只是辅助。